KYO 陈雅智，伊要问老师的问题是，伊讲到伊洛梨吼，叶外这头前哦，算讲前缘家呢，拢变成咖啡色，这是什么款的病？有什么款的方法会当治疗无？包括呢，高雄农改场因的生物药剂吼，就是枯草杆菌 KHY8 对酸啊这碳酸吼，就是炭疽病更有效果，是不是赶快来当？用在咱洛梨歌手的炭疽病、炭酸的毛病，所以是不是请老师吼讲一下，是不是真正有迄个功效？哦，这个可能你也是讲啊，这是个新技转的，这最近好像很红哈、哦。应该是一个新的一种这个枯草杆菌，你可能是伫这个山野内底哈。那么这款呢，好像也可能有登记了哈，但是这种这一类哈，反正呢，起码拢好噶哈，啊，这好些名呢也是蛮酷的哈。那么这种应该是还是这种异化淀粉、芽孢杆菌这类的这类哈，这应该的。目前呢，哈，就是讲的今年的这个，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哈，今年。预计哈，今年年底要上市啊，是安怎吼？啊，是不是有啊？有这个应该是有啦哈，应该是有这个有登记有这个上市哈。这那么它这个瓶装，它是一个水剂哈，这个比较特别哈，所以那么是不是对这有这款的这效果哈？这你得爱用看买下这，我相信。应该是有一定的效果哈、哦。这些用这种在微生物制剂的这部分呢，哈、哦，这通常都有一定的这效果哈、哦。你讲完全无效，那个都骗人的。但是你若想要你若是期待的是要像讲你咧转农药哈，比如讲像你咧转百克明那种的这感觉的时阵呢，做侪人拢会用这种去改这个去个比较哈。假设你那是用这种心态吼，假设你那用这种心态来改看这支药啊呢，那就算了啦吼，你都卖安尼想，因为当下咱去选择这种非农药的一个这种使用的这方式吼，那么目前改看起来就是讲，伊最主要吼有真济这个相类似吼，比如讲像炭疽病吼，还是讲甚至呢这微生物吼，多数拢是利用伊的这个。这种伫环境内底吼，伊起有效无效，通常伊会伫培养基内底先做嘛吼，做一个叫做对质培养。比如讲，我有这个菌吼，然后有一个这个炭疽病的这个病菌，伫这个培养皿内底吼，第一步先拣东西用伫迄个所在吼，让伊去比较看卖者是毋是有这种。这个因为生长的环境同款啊，如果这个炭疽病的这个病菌的这个菌丝拢未叮当吼，并讲有伊的存在啊，伊的安尼就叫做有效啦吼、哦。但是实际上吼，这较早我嘛是拢安尼做吼，啊，拢互阮老师吐槽吼，阮老师都嘛甲讲，那你选的培养基本身就是这个病害吼。会活，但是它活得不怎么开心、哦啊、所以有你用这个腐生菌腐生菌的这个病原哈，伊、哦、本来伫这个简单讲就是讲你用的迄个培养基，咱用的这个培养基是同款的，无唔对，但是伊对枯草对这个炭疽病来讲，伊是寄生型的这个菌，咱用的是腐生型的这个菌。寄生型的菌跟腐生型的菌在同一个培养基里面，他说他们这个地位就没公平了嘛、哦、比如说你在 要用这个要比这个演讲比赛，对吧，英语演讲比赛，那么英语演讲比赛你和外国人比、哦、这你英语要很好、哦、你要好到很好的这个程度，你才有办法和外国人比嘛，这是不是这样？哦、所以伊就是这个道理啦吼，就是讲你这个你那是叫美国人哦，来咱这和咱比这个中文哦，中文演讲比赛哦，迄个不太一样啊，对吧？这道理就是安尼，就是讲有迄个环境，迄个有底只遐吼，这但是
第一步安尼筛选起来，确实是对这个酸亚炭疽病吼是有较好的，是有一定的这个抑制效果啊。其实有这个抑制效果的，有这个价值啦吼，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啊，有这个价值嘛吼，这个价值啊，有这个价值，咱就会当来用嘛啊，用落了，伫这个果子园内底甲看起来。啊，好像也是有哈，比如讲，伊处理的这结果伫山啊内底啊，炭疽病哈，那有处理哦，这得病23%、20%哈，啊，你那是无处理啊，无处理60%、50%哦，啊，这伫即个咱做试验啊，你得算足满意的哈，但是实际上哈，事实上呢，那农民咧用的时阵，伊就甲你教啊，然后啊，无啥好啊，爱讲骗哈。诶，嘛是要够乌斑，伊要爱的是青青吼，这一点啊拢无吼，但是这个是很难的啦吼、哦。我刚才讲白，虽然咱嘛是咧伫台湾可能在这个业界吼、哦，不啊唔敢讲是第一梯队啦吼，但是呢啊，伫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市场内底，咱算讲是相当认真，而且非常认同去甲伊啊杀这种的这物件吼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。啊，可以替代一部分的解决农药嘛吼啊，既然有这款的这个药吼啊，有这款的这个替代啊，就是表示讲都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嘛吼、啊，所以咱通常啊，我觉得是可以去用的啦吼、啊，所以你若准讲许呢啊，所以做试验是用的。这个炭疽病哈，伫山啊，这炭疽病，那么伫这个洛里内底来讲，是不是当用？我个人认为讲是会使啦哈，但是就是讲你注意的是这个环境哈，那么会当让伊卖伤过头湿哈，那么伫这个重要的这所在哈，最重要的这所在就是讲啊，通风要好哈，该做修正你爱修正哈，这点呢这是比较卡要紧哈。那么目前就是讲是不是要断定有你，我看起来是不太像是炭疽病哈，炭疽病一般啊，这通常伊会有一个这个哈、那個，算比较容易有这样子一个。迄、那个病斑一圈一圈迄种的这尴尬啦吼，所以呢，这一般是看较袂出来讲是啊是这个炭疽病吼。那么这个我个人还是认为吼，认为呢啊，你这应该是这进程这个有可能吼会较湿吼。那么疫病来改这个引起，但是不是讲一定的是这个药啦吼，就讲它就是要么疫病，要么就是这个炭疽病，但是伫药啊的一个这個表现吼，比如讲。啊，伫遐啊，咱看到的时阵，通常伊是会有一个圆点啦，吼、哦，你看圆圆安尼吼，啊，然后啊，慢慢的扩大吼，这种确实咱所看到的，因为啊，你迄看拢看袂出来，你这个看不到圆点，你知影看袂到一个啊圆圆啊，然后但是你迄个尾溜的这超大啊，这种的竞争就非常接近这个。啊，非常接近这种疫病吼，页面的这个疫病啦吼，所以我个人是安尼这判断啊，所以伫这个药你会当用亚磷酸，你若不爱用农药，你会当用亚磷酸啊。我相信吼，这种这个微生物吼，伊若是炭疽病内底有效，假设伊若伫炭疽病内底有效的时阵呢。那么有很大的机会吼，有足大的一个这个机会呢，啊，伊含许是有效果的吼，伫这个疫病内底呢，会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啦吼，所以啊，包括咱即马咧用的这个药啊吼，比如讲像这个亚脱敏吼，这真侪伫这个疫病内底咱有用到，但是炭疽病内底伊这嘛是有一定的抑制的这个效果吼，这啊这一类这个用药安尼吼，所以这提供互你小做一下参考吼，就是讲你若问我啊、哦，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？我个人的推断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我还是认为是疫病吼、哦，这种呢应该是较属这个疫病的，这因为看不出来，因为炭疽病吼、哦、就很明显，就明显伊就是一点，当然你到尾啊连做位无唔对吼、哦，但是。啊，很少看到吼，真少看到讲啊，胃血啊，紧啊，就一过吼，啊，这种这通常是这含啊含这个有关系啦吼，含这疫病有关吼，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款呢一个这情形的。那么在咱洛里内底吼，其实你要注意的吼，反正进洛里的每一个进洛里的人啊，不一定会跟你啰嗦一下吼，就是讲啊，这个物件吼，这个物件呢。啊，上界重要的这所在吼，其实这个叶部的这个叶啊吼，什么物件，这拢都不太
都不太担心啦吼。那么上惊就是伫这个长头吼，啊，有人讲巨虎病，有人讲根虎病，有人讲啥拢不管，反正这种物件就是虾米款吼，这种物件啊，上介重要的一个这个所在吼，反正这个就是疫病来引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这个啊，这个问题啦吼，所以呢，这可能你要稍注意者吼。那么这真早进前吼，这种这个。啊，台湾农家药篮内底的，然后咧讲到这种的一个，这足早吼，这啊，反正正全世界正落嚟的最大的威胁，就是这个今年暖气啊，今年暖气有可能是啊，疫病的这个病菌，有可能含这种 Rectonia 吼，这种啊根腐病的这个病菌，但是真济吼，咱啊包括有诶讲叫做巨腐病吼，樟头遐会破皮、会呼呼、会落去吼，这种呢，这嘛是疫病的这个啊这个病菌，啊，够一种是一个急性萎凋吼，就讲伊足紧就全冷去这个吼，这个。啊，洛里有一个贺根病，吼、哦，这贺根病这个得足食啦，吼、哦，这但是佮看起来倒还好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这是不是爱小来改这个注意者，吼、哦？因为这个贺根病伊那是啊小啊，但是你看起来长，吼、哦，不会袂讲真单嘛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讲小尾小花有一点啊，这个臭大，一般来讲，吼、哦，伊小啊，安尼。啊，单爱黄叶爱绿叶吼，这通常是安啊，有当时会发迄个香菇出来，你这无嘛吼、哦？因为啊，伫这贺根病毒咧发病时阵，叶啊就容易臭大，但是伊个黄较臭大吼，伊个反黄啊，然后臭大就落去，啊，你这无黄就臭大，所以你这应该是这个疫病吼、哦。所以啊，我个人是叶部的这个疫病吼、哦，我个人是安尼这个推断吼，无讲真专业啦吼、哦，但是呢。啊，这个互你小做这个参考哈、哦，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哈、哦。那么目前正这个落里哈、哦，这上介重要哈、哦，反正呢就是根部的这个病害哈、哦。啊，所以你也当这个用疫病的药啊，啊，先刷改转的上重要就是讲。啊，樟头的这所在是不是该喷一喷哈、哦？啊，这小注意一下，尤其那落雨，啊，咱得小改这小改控制一下，然后落雨啊，得小瓜改这控制一下，因为真比较较担心啦吼、哦。这落雨呢，毕竟呢啊，即马宅啊吼，好像就越来越贵吼，做、哦、侪人讲啊，不啊，即马宅啊愈来愈贵。可能你伫电台真认真去讲吼，啊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有啦吼，就讲它有一定吼，有一定的一个，它是有道理的啦，袂讲完全这个无道理吼，所以呢，啊，这种的这个经营呢，当我咱好朋友吼，小做一下这个。啊，小做者即参考啦吼，即大概是即款吼。啊，有诶讲啊，即叶啊臭大去，敢会是去落肥落了许？你若是落肥去伤着叶啊，通常会变黄吼，袂讲你爱青青吼。啊，像你即种诶，即所以即应该是含疫病有较大诶即关系吼、哦。那么注意通风，注意水分诶即管理吼，即千万。啊，唔通互伊伤过头，因为即个伊细长的时阵，对于水分的需求足大，所以足侪好朋友伫即个用水的这部分呢，啊，都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吼、哦。啊，有可能就是安尼，就较容易被即个涂骹小块呢湿湿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就较容易得即个疫病吼、哦，所以你要稍注意者吼、哦。那么。其实疫病伫叶啊，拢要阁好处理。伫樟头所引起的，因为疫病所因叶病所引起的一个根腐病，一个巨腐病吼，这种呢，它是上介食来这造成啊，这是樟是会死的吼，甲足大樟的拢要阁死哦，你看吼，所以你就知影讲啊，这款呢一个道理啦吼，所以。啊，我是觉得咱好朋友吼、哦，爱小来改这个注意者吼、哦，这基本上吼、哦、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、哦，嗯。